朋友们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4号下午3点多，我站在摩洛哥这个机构的门前，我根据他的阿拉伯语和法语的翻译呢，标注呢，我估计呢，这是一家就业市场吧，人才流动中心，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劳动局。这是我周边的交通情况，我呢将顺着这个方向呢，再过大概50分钟吧，到达老城，马拉喀什老城。这个城市的名字是马拉喀什。前面呢，我再转过来，再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再问问我当地的摩洛哥朋友，请他们告诉我这个机构的具体的工作范围。好，我现在呢继续往前走，这就是步行的好处。我喜欢步行，他们的这个小出租、大出租、公共交通，这个我也没有坐过。好，这段视频先拍到这里，再见。